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咖啡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是一种很常见的饮品了，可以说不少人都是靠咖啡来吊命的，一天不喝就浑身难受。咖啡分为速溶和手磨，相比之下，手磨咖啡自然更高一层，在人们眼中也意味着高雅。当然，高雅和实用之间往往相隔甚远。提神醒脑是咖啡实用主义面的金字招牌，也正是这一面像攻心的闪光点，帮它衍生出了胶囊咖啡、速溶咖啡以及咖啡饮料等一系列产业。相信悠悠天地之间，深夜键盘之前，定有一杯雀巢速溶与万千工作人同在。咖啡有多健康？高雅诚可贵，提神价更高，若为健康故，二者皆可抛。如果你对咖啡感兴趣，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它的健康区间。相比于从不摄入咖啡的人，每天喝一杯咖啡的人，死亡风险降低 8%， 每天喝2到5杯降 12%， 每天喝6到7杯降 16%， 每天喝8杯或更多降 14%。 这里的死亡风险指全因死亡风险，也就是所有原因导致死亡的风险。此外，这些结果不限于咖啡种类，现磨咖啡、速溶咖啡，甚至是抽离咖啡因的脱或者低因咖啡，都具备同样的防死功能。该调研于2006到2015年间展开，持续了10年，共50万人参与。研究结果最终于2018年发表于国际顶级刊物《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不过，这些研究结果存在一些与常识相悖的疑点。其一，对于健康成年人，美国 FDA 标定的咖啡因每日安全摄入量应当小于或等于400毫克，再多就会有健康隐患。孕妇和母乳喂养中的女性更是要把咖啡因摄入控制在200毫克以下。其他存在健康问题的人群也需要酌情饮用咖啡。然而，现磨咖啡的咖啡因含量一般在每226毫升中还有150毫克左右，而一杯标准咖啡的体量通常为180毫升。多种饮品的咖啡因含量，换算一下，喝4杯标准现磨咖啡就会摄入480毫克咖啡因。喝8杯以上，摄入量就奔着1克去了。无论是可怜的孕妇还是健康人士，一天灌8杯以上咖啡，绝对算得上对身体不负责任的行为。但这项研究却似乎在告诉我们，放心的喝，大胆的喝，肆无忌惮的喝，喝出一副好身板。所以显然，我们要对研究结果持保留态度。其二，研究发现，除去了咖啡因的脱因咖啡有着丝毫不减的防死功效，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观念的颠覆，因为我们一直都相信咖啡因是咖啡的核心。咖啡因的白与黑，已有大量研究表明了咖啡的各类健康注意，多种心血管疾病、癌症风险、肥胖症，甚至痴呆等问题，都可以得到这些香醇饮品的正面作用，而咖啡因是其中最关键的健康因子。咖啡因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舒缓血管的紧张状态，从而降低产生心血管问题的风险。关于这一点，有相当详实的数据支撑。曾有人对1966年到2013年间发表的全部文献数据进行整理，最终得出结论，饮用咖啡与心血管疾病全因死亡率呈负相关。不过有2处问题存在争议，高血压和心律失常。研究人员发现，
人体在摄入咖啡因后，收缩压和舒张压会显著增加。那些有喝咖啡习惯的人群，相比不饮用咖啡的，血压水平更高。科学家们提出了多种理论解释这一现象，包括咖啡因加速人体释放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从而引起冠状动脉的血管收缩。咖啡因刺激交感神经释放组胺，激活心肌组织的特定受体，触发心肌收缩，升高血压。咖啡因的快速摄入会降低血管弹性，诱发了动脉硬化等等。但所有这些只能表明，咖啡因确实能升高血压，和咖啡因摄入与高血压发病风险正相关，是不同的概念。关于后面这个问题，目前学界的观点还难以统一。咖啡因和心律失常的关系也很暧昧，有人说两人没关系，有人说正相关，也有人说是负相关的。总而言之，就是求锤还没得锤。另外，研究者指出，咖啡因的抗氧化能力是它降低多种癌症风险的关键，而它促进脂肪氧化、加速脂肪代谢的功能，则是帮助咖啡爱好者规避肥胖风险的好家伙。咖啡因和痴呆症之间的关系近几年才逐渐被揭晓。科学家通过了十多年的追踪研究发现，每天摄入超过261毫克的咖啡因，罹患痴呆症或认知损伤的风险可能降低36%。最近，研究者还发现，咖啡因对预防帕金森病也有用。咖啡最为人接受的健康损害集中于睡眠。传统观点是，它会延长睡眠潜伏期，降低总睡眠时间和睡眠效率，恶化睡眠质量。科学家也通过实验发现，摄入咖啡因后，人体在慢波睡眠阶段的脑电图慢波活性降低，意思就是这个阶段睡得差。当然，只要有喝咖啡习惯的朋友，差不多都能摸清咖啡因对自己睡眠质量的影响。喝咖啡图什么？不就是图它能让我睡不着吗？喝茶真能活得更久吗？茶能提神，靠的也是咖啡因。不过喝茶相比喝咖啡，咖啡因摄入量要低得多，因为虽然茶叶里的咖啡因含量高于咖啡豆，但是泡一杯茶和磨一杯咖啡，消耗的干茶远少于咖啡豆。而且中国人喝茶喜欢反复冲泡，喝完一泡又一泡，就是不换底料。如此一来，实质的咖啡因摄入其实少得可怜。除了咖啡因，茶叶里还有两大重要健康密码：茶氨酸，一种茶叶特有的水溶性游离氨基酸，它能穿越血脑屏障，帮助机体舒缓压力，提高认知能力和睡眠质量。值得一提的是，有研究者发现，茶氨酸既会对咖啡因产生拮抗效应，部分抵消咖啡因摄入后出现的血压升高情况，又能协同咖啡因一起提高饮茶者的注意力、反应敏捷度和准确度。茶多酚，茶叶中的多酚类化合物，它带有多个活性羟基，能够切断自由基链式反应，进而清除之，以此帮助人体抵抗衰老，抑制肿瘤。此外，它还具备出色的抗菌性能。不久前，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团队发表了一项关于饮茶习惯与心血管疾病和全因死亡风险关联的研究。他们发现，长期喝茶者相比从不饮茶的人，罹患心脏病或者中风的风险降低39%，其中致命性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降低56%，而全因死亡风险则降低了29%。研究人员也曾在论文中给出了建议，一个人每周至少喝3次茶，健康长寿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至于这个研究成果是真是假，我只能说，最终结果发表于著名刊物，
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并且这个研究的参加人员达到了10万人，对参加人员的追踪也持续了10多年。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并且让你深有感触，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